你知道卤肉在家怎么做才好吃吗？今天我来教会大家。首先准备一块精选五花肉，切成大大的小块，冷水下锅，料酒去腥，煮出血沫，起锅烧油，下入22粒增肠，熬成枣红色，下入焯好的肉，炒至上色，加入开水，放入葱姜蒜，少许料酒去腥，生抽老抽，加点腐乳汁，加入卤肉料包，小火扣盖炖35分钟。家人们，今天小龙教做的是卤肉的教程，小龙教做家常菜也有一年了，如果您一个红心也没给过我，今天求求大家帮小龙点一个小红心，因为小龙差您一个小红心就可以热门了，能点就点一个吧，感谢家人们支持。放入3个可爱的小鸡蛋，再来点盐鸡精，小火扣盖再炖10分钟，家庭版卤肉老好吃了，您学会了吗？